这个球在外角裁判捡了，是一个三振。 Yo me siento bien, gracias a Dios, un poquitico fuera de forma todavía, pero sabes que está muy temprano todavía, pero gracias a Dios estamos ajustándonos días tras día. No, o sea, que uno suele, uno siempre lo tira los picheos ahí, y gracias a Dios cayendo ahí, porque eso es lo que uno practica mayormente en la práctica, de mover los picheos para la esquina. Entonces la práctica, lo que practicamos fuera de juego, cuando vamos al juego, eso es lo que llevamos.外角球三振出局，很少有左投手会一直来用直插球作为主战配球。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是我的武器嘛，那我必须要确保他有好的表现。那剩下的球种就是尽可能的往上提升，这样在丢之前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要做好什么样的功课，这样子。以现在的进度都是有在教练的安排里面，都有在教练的进度表里面。 我自己吓一跳，我以为只是碰到球而已，所以我接到马上看手套，结果就接到了。他们说是 Michael Jordan， 那我走下去的时候，阿敏啊，阿敏就说，如果是三垒，我就接不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运气运气运气，很谢谢他嘛，那很谢谢我们的守备，比赛不可能只靠我一个，还是需要靠这些学弟们的帮忙。他说你跳得好高，谢谢你救了我。他这样子，我说不会啊，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 后天还有对上梅阵城比赛，可以这边李正昌是一个外角的变化球，表现还算及格啦。球的位置跟变化球的角度，慢慢有在达到我要自己想象的位置。这两场速度是比较有，但是还没有恢复到80%-90%，那就尽力去调整嘛。 当然很期待，因为台湾没有这种室内的那种球场，那我也是第一次去，那我想要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而且，巨人队我觉得是非常可敬的对手。就听人家说里面打不出去什么，对，对啊，自己就想要去打全垒看看。 Sí, gracias a Dios, yo espero, yo picharé en esos días y tiro 9 innings si yo quiero. ¡Chanti!